表现最好的这个演出给各位观众，也希望媒体朋友多多帮忙，好不好？待会看一下我们的演出，谢谢。接着往下说啊，能够看完尽量看完。压力不小，其实也太夸张，压力太大，大到了大肠急躁症又犯。今天4月28号是首演，事实上我们从2月28号开排到现在刚好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过年后到现在，其实没有一天的心情是放松的。包括我们3个人一块上小燕之夜啊，小燕姐的节目，也没有一个人是笑得发自内心的，事实上是真诚惶诚恐。今天刚好又是我结婚11周年，我觉得这是我今年最大最大的礼物。希望今天的首演能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别让所有人感受到这个13年前你的非常精彩的作品，通过我们3个再次完美的呈现，希望。谢谢媒体的贵宾来这个记者会。那刚刚导演说我们都是演古都的3出戏、哦，那其实这一出戏也都是我们3个在舞台上第一次合作，以往都是看互相的戏啊，只要对方有演戏，我们都会自己都会提醒自己要去看。然后很高兴能够跟钟文还有跟陈晨还有跟导演这样子都是算第一次合作，那也希望我们密集的排练之后，能够真的把这个剧本呢，还要把这出戏，做出不一样的精彩，能够像之前的几位前辈、几位老师。那你在瞎讲的鬼子，你墙头草啊！你干嘛要这样批评小姐啊？因为她太爱钱，太堕落了。孙亮群，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崇拜过谁？当代艺术家，你没有一个看得起的，你鄙视每一个人。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救他，谁救他？所以我就回来了嘛。而且两天之前，我还去拜访了那个心灵成长科的王教授，我还特别，你知道他这个人啊，他讲话好多手势，我特别去拜访了他，谈到你们两个的事，你知道吧？